我和我真的好，小绿不服吧，真的棒。我是铁头功，无敌铁头功。你是金刚腿，我是金刚腿。认真，少林功夫好耶，真是好啊！少林功夫好耶，太棒了啊！少林功夫够劲，你呱呱呀！我是金刚腿，金刚腿，他是铁头功。来到大秘籍，耶！大家好，我是主持人阿如，我是主持人琪琪，我是主持人阿如。欢迎大家来我们的秘密城吧，大秘籍，大秘籍。现在有一点事情需要大家注意一下哦。第一点，请大家将手机放回正。歌曲之间，我们的后门会打开让你们进入哦。第三点就是在前五十名手上会有盖印章的同学，在表演结束后可以到外面找到你盖印章的人领取小礼物哦。所以表演结束之前千万不准离开哦，记得哦。好，那我们欢迎第一首歌曲《编织星空的人》，掌声鼓励。速度下去，速度换衣服上，也是蛮厉害的。这次难得可以回来表演，然后这首歌是 Crispy 的《编织星空的人》。这首歌他是在写追梦的感觉，追梦，对，追梦，因为编织嘛，他还蛮酷的，就是他想象那个星星是他们的，就是灯塔的感觉，然后他可以朝着他自己的梦想前进。其实这首歌原本歌名叫做《孩子的心》，对，但是后来就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把歌名改了。那个我的麦克风的内场，就是你刚才是把效果打掉了，然后好，没关系。还记得，好，很久没上台，第一次还是会紧张一下。昨天退伍。哦，对，我昨天退伍，所以头发还这么短，还是很帅。好，那我们这首《编织星空的人》送给大家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抬起头，看天上。
Oh,